去。可是请看，如今我却活着，直到万世万代。阿门。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将听到保禄他最后的服传之旅，第三次服传之旅以后，他要离开希腊，要离开小亚细亚，在米勒托邀请了厄弗所的长老到那里，要跟他们离别。那在这离别当中，他跟他们讲，他说他在传教，在哥城，他所看到的圣神告诉他，在耶路撒冷有锁链，还有患难等待着他。但是他说，虽然是有锁链和患难等待着他，不过只要他已经完成了天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，把福音传出去，他愿意接受这些的。我想保禄他给我们一个榜样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完成天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尽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还是要完成这个使命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仁慈的天主，求你派遣圣神降临，居住在我们心中，使能成为他光辉灿烂的殿宇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宗徒大事录。保禄从米勒托打发人到厄弗所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到了，他便说：你们知道，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的第一天起，始终与你们在一起。我怎样为人，怎样以极度的谦逊，含着眼泪，历经犹太人为我所设的阴谋，而忠信侍奉主。你们也知道，反对你们有益的事，我没有隐瞒一样而不传给你们的。我常在众人面前或哀护教训你们，不论对犹太人或希腊人，我常劝你们悔改，归向天主，并信从主耶稣。现在我为圣神所驱使，必须往耶路撒冷去。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，只知道圣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，有锁链和患难
在等着我。可是，只要我走完了我的行程，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任务，为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，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。我曾在你们中间往来，宣讲了天国，天主的国。但是我知道，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我的面了。因此，我今天向你们作证，对于众人的血，我是无罪的，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，我都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了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普世万邦，请歌颂上主。普世万邦，请歌颂上主。天主，你给子民配降甘霖，使旱地得到滋润。天主，你的子民在那里居住，你大发慈悲，使贫苦得到照顾。普世万邦，请歌颂上主。愿上主日日受赞美，他承担了我们的重负，他是救我们的天主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，他是使人摆脱死亡的上主。普世万邦，请歌颂上主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说，父必会赐给你们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。那时候，耶稣举目向天说：“父啊，时间来到了，求你光荣你的子，好使子也光荣你，因为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赐给了他，使他得以把永生赐给你所托付给他的人，认识你是唯一的真天主。”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光荣了你，完成了你所派遣给我的工作。父啊，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，赐给我那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和你共同享有的光荣吧。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示给那些你从世界选出来而托付给我的人，他们原来属于你，你把他们托付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。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传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他们了，他们也接受了，也知道我确实是从你那里来的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
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你所有的也都是我的，我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光荣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留在世界上了，我要到你那里去，他们却仍然在世界上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有一次有一个基督教的朋友，他就来找我，那我们就谈话，在谈话的跟他谈，时间也非常非常的长，他把他的生活的经验也分享，他所遇到的苦难也分享，我也是一样的，我分享我的经验，以后呢我们就彼此帮忙，彼此提出什么意见来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，他也帮助我，他分析以后呢说我应该怎么做，我也帮助他要怎么做，那我们谈了一直这么久了以后呢，就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差不多了，时间应该到了，我们应该结束了，那我要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抓着我的手，他说许弟兄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来面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神的力量，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起彼此代祷吧，我们为彼此祈祷吧，我先为你祈祷。这个是我跟他这个朋友，我每次遇到他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他最后他一定说我们要彼此代祷，彼此为彼此祈祷。我们这几天我们听到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，耶稣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很多话，就是在最后的晚餐，耶稣跟门徒们讲了很多很多的话，先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之间的生活，你们应该要这么做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彼此服侍，像我给你们所做的，我给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要这样做。以后他还继续跟门徒们，你们要坚持你们的信仰，你们会遇到什么问题，你们坚持你们信仰，你们不要怕，我离开你们我会派遣圣神来带领你们，你们就会生活，会认识全部的真理。他把话通通跟他们讲的，但是讲完之后他不忘记天主他的父，所以他跟门徒们讲完了话的时候，他就开始，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，他就是往天，他是只是举目往天，就开始祈祷，所有的事情他用他的能力去解决，到最后还是需要天主的恩宠。我想耶稣他所做的这个，他立了给我们是一些的榜样。我们在每天的生活，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尽力以我们的能力做计划，我应该怎么去解决，我应该怎么做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，第二个步骤是什么，第三个是什么，我们可能有很好很好的计划来完成，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我们的能力而已，我们的能力都有限，我们还是需要天主的力量，我们需要天主的恩宠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祈祷，他先为他自己祈祷，祈求天主光荣他，他被派遣来，他完成了天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，他完成了，已经做完了，那现在呢他求天主做一件事，光荣他，像他光荣天主一样，那世人也看到，当他被光荣的时候，人也要光荣天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做事到最后，他以祈祷来完成他的工作。
我们也要学习，除了我们出我们自己的力量之外，我们也祈求天主带领我们，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陪伴着我们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要唱主天主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主天主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阿肋路亚，我要唱，用我歌叫人知道你的心事，你的心事，用我歌叫人知道你的心事，直到永远完待。我要唱主天主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主天主的大慈爱到永远，我要唱，阿肋路亚，我要唱。